有买货的啦，都国家开350了。那个放到拜拜会不会太久？你好，家长。这个可以放到初一去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他们可以。哦。要带着。哦，你我先问一下，谢谢。好。好，那这一家是年菜的。这样差不多了，那一边是卖菜的。